Mr. Yip， 你喺度做紧乜嘢啊 ？Hello， 两位同学，冇啊，我喺度用 iPad 我嚟画画啫嘛。咩 ？iPad 可以画画嘅咩？系啊 ，iPad 除咗系一样可以俾我哋爱嚟玩唔同嘅 Apps 嘅工具之外，其实佢都系一个电子画板嚟嘅。不如咁啦，你哋两位帮我介绍一下呢一个 App 好唔好啊？好啊。iPad 可以下载好多唔同嘅绘画 Apps， 以下落嚟我哋将会介绍一个叫做 Drawing Desk 嘅 Apps。开咗呢个 Apps 之后，我哋会见到左手边有一啲工具，包括擦胶、间尺、铅笔、颜色笔同埋颜色笔。右手边可以见到其他按钮，好似返回主页、返回上页、Explore File、Save 等等。以下落嚟，不如我哋用一个 Apps 画一个苹果俾大家睇啦。以下落嚟，我将会介绍一段 iPad 嘅短片俾大家细心欣赏。唔知大家又可唔可以用 iPad 画出香港嘅夜景呢？